上升两条线，给我一分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艾老师，我们现在教大家一道藜麦高丽菜炊饭。这时候锅中呢，我先加两大匙的橄榄油，放我们的干香菇丝，香菇呢把它翻炒一下。我们先下红萝卜，给它四大匙的素肉燥哦。好，炒香的动作是必须的哈。好了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加一杯半的米放进来了。好，我先加调味料，我的盐巴给它落在四分之一小匙，胡椒粉四分之一小匙，等量的水放进来喽。这时候有一个动作是必须的，就是要摇锅。高丽菜放在最上面，上升两条线，给我一分钟。掀开，你看饭粒粒分明。那这时候呢，我现在放入大概80公克的已经煮熟的毛豆。这时候呢，我给它一下那个加麻油，给它两大匙。不要忘记我的香菜，好，香菜我先给它一半。这时候我先把饭拌一拌。天哪，完全没有扒锅哎，有没有看到？1分钟快速上菜。